Why is your store named the Axe Western? 这个是 actually 很 interesting。我们之前我们就想要卖这个 pork tomahawk。tomahawk 那个华语是战斧，斧头，斧头。然后我们就心想，Stephen Chow 那个周星驰有一套戏叫做功夫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斧头嘛。所以我们就心想拿那个来取名，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是有一点要特别一点的名字去 attract customer 这个名字也是蛮好的，所以我们就采用这个名字，就比较特别，就比较特别一点。周末都会有播类似这种剧的，所以都会有在看。基本上我是吃饭，我看戏也是周星驰的戏，我是看了重看，看了又重看，就这样，对，就看不厌的。